今年接老三回来，可能身上带些猫味儿。然后这家伙，你瞅着我干啥？我怕你咋的？哎呦，我是不是怕你？哎呦，你敢真咬我哈？过来。你别笑，你在屋里不好吗？啊？你以前，以前老三的孩子，你怎么可以在屋里陪着呢？臭脾气又来了啊！臭脾气，揍你啊！你出去吧，你出去吧，你走，你走。谁呀？有本事自己开门，有本事自己开。这是你外孙啊，就要出去是吧？啊，你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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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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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没有。想问一下，有多少人有我这种怪癖，就是喜欢看猫咪上厕所。果果，嗯，加油。为什么我能这么近距离看果果婆婆，是因为我最近用了一个除臭特别特别好的猫砂，七天不铲屎都没有异味的铁锤矿石猫砂。上次我去版纳七天不在家，用的就是红标铁锤，七天没铲粑粑，我回来几乎闻不到异味，太适合铲屎官好多天不在家了。这次我用的是蓝标，这个矿石颗粒虽然小，但却能做到几乎零尘，还可以用于自动猫砂盆。它的除臭原理是小苏打加氨气中和剂，根源分解臭味，效果快到一个可以在这安心粑粑，另一个可以在那安心睡觉。单看价格可能有点贵，但是一包铁锤约等于四包普通猫砂，喜欢看猫咪噗噗的千万别错过。